2016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最受欢迎网络搭档。滴滴答，滴滴答，闹钟滴滴答，唱情歌，说情话，两岁。蔡照、陈秋实。2016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最受欢迎网剧偶像。我明白时间的尘埃，只因你一个人存在。受伤是怀着后全的。许魏洲。好的，欢迎我们的三位偶像蔡照、陈秋实、许魏洲登台领奖，欢迎三位。非常年轻帅气，而且在网络上具有超高人气的偶像哦。Hello， 恭喜三位。来，请三位可以。来，我们可以先领一下奖。好，我们请蔡照和陈秋实两位一起来领一下你们的奖杯。嗯，好，接下来呢，请我们发表一下获奖感言，每一个人都说一点吧。来吧，来，许魏洲。三位偶像在台上谦虚啊。首先，感谢光线传媒，感谢音乐风云榜，给我一个能展现自己的机会。然后呢，感谢那些关心我、支持我、鼓励我的人们。然后我想说，这个奖呢，属于我的粉丝们。因为当我得知这个奖是粉丝投票得出之后呢，我真的非常感动。感觉要老泪纵横了，有没有？有你们才有我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周周。粉丝们心都要碎了，照顾好自己，周周。好的，有请蔡照、陈秋实来发表一下你们的获奖感言。首先呢，好，大家晚上好。首先呢，先要感谢光线传媒以及那个音乐风云榜，然后还有偶扑给我们这次机会。那。有点矮，这个。那个，我长这么大也没获什么奖，然后抽奖最好的也是安慰奖，这次能得到这个奖，特别感谢大家。然后感谢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人，陪了我们这么久，我们会感恩的。然后就是一定会出很多好作品给大家。然后谢谢所有今天来到这里的人，也谢谢所有工作人员辛苦了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三位，好贴心、嗯，谢谢。我们再一次恭喜我们三位新生代的偶像，谢谢。好，第二位，年度媒体推荐新偶像，我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，而且不分性别，这件事情让我很羡慕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 VCR， 很棒。2016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，媒体推荐新偶像。恭喜黄景瑜！恭喜黄景瑜！你在李莹小姐还没有上台之前，自己就上台了。没办法，人家身高腿长步子大。对对对，来大长腿。来，长腿有吧？这个太矮了。我是着急啊，我怕奖杯走掉。你是要感谢一遍是吧？对，得奖感言。好，那我首先要感谢这个主办方音乐风云榜给我这个是音乐风云榜，然后。我要感谢所有媒体朋友们给我这个鼓励和支持，然后最后我要感谢一下我的靠山们，我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一直这么支持我、鼓励我，然后你们照顾好自己。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
我发现他一正式的那个得奖感言的时候，就普通话就好了非常多。你等一下，你想要他干嘛？而且由于你拿的这个奖是媒体推荐新偶像，我们都经常讲偶像啊要全能的。对，你不能够，比如说你现在是通过演戏的身份被大家认识的，那大家也很想知道，在一个音乐的颁奖礼上，你可不可以唱两句歌给我们听一下？唱歌呀、啊，可以吗？而且你要有对象感，你想今天现场有非常多你的粉丝在，对不对？你要把他们想象成你唯一一个要唱给他听的人。刚刚那个女朋友是假的，对，底下坐的才是真女朋友。女朋友们都在哪儿呢？能唱吗？你想听什么歌、啊？哎，是他们要听什么歌？你挑一首最能表达你心意的歌唱给他们。我帮他挑吧，我觉得我挑那个，我挑一首那个。你会唱《简单爱》吗？周杰伦。对对对对，会。来来来，唱给他们听，粉丝们听好了啊，黄景瑜要唱歌了啊。你唱 ，Kibo 老师跟。我起高了有点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不能够永远，但却没有伤害。词儿对吗？对对对。你靠着我的肩膀，你在我胸口睡着，想着杨梅但又唱着歌一直走。好，希望有机会，谢谢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，谢谢。果然还是个好演员。好了，希望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真的听到黄景瑜的歌声。你在李怡小姐还没有上台之前自己就上台了，没办法，人家身高腿长步子大。对对对，来大长腿，来长腿有吧，这个太矮了。我是着急啊，我怕奖杯走掉。你是要感谢一遍是吧？对，得奖感言。好，那我首先要感谢这个主办方音乐风云榜给我这个是音乐风云榜，然后我要感谢所有媒体朋友们给我这个鼓励和支持，然后最后我要感谢一下我的靠山们，我的粉丝们，属于我的粉丝们。因为当我得知这个奖是粉丝投票得出之后呢，我真的非常感动，感觉要老泪纵横了，有没有？有你们才有我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周周。粉丝们心都要碎了，照顾好自己，周周。好的，有请蔡照、陈秋实来发表一下你们的获奖感言。首先呢，好，大家晚上好。首先呢，先要感谢光线传媒以及那个音乐风云榜，然后还有偶扑给我们这次机会。那。有点矮，这个。那个，我长这么大也没获什么奖，然后抽奖最好的也是安慰奖，这次能得到这个奖，特别感谢大家。然后感谢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人，陪了我们这么久，我们会感恩的。然后就是一定会出很多好作品给大家。然后谢谢所有今天来到这里的人，也谢谢所有工作人员辛苦了，谢谢。谢谢三位，好贴心、谢谢。我们再一次恭喜我们三位新生代的偶像，谢谢。好，第二位年度媒体推荐新偶像，我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，而且不分性别，这件事情让我很羡慕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 VCR， 很棒。2016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，媒体推荐新偶像。2016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，最受欢迎网络搭档。滴滴答，滴滴答，闹钟滴滴答，唱情歌，说情话。蔡照、陈秋实。
2016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最受欢迎网剧偶像。我明白时间的真爱，只因你一个人存在。受伤释怀之后全都许魏洲。好的，欢迎我们的三位偶像蔡照、陈秋实、许魏洲登台领奖，欢迎三位。非常年轻帅气，而且在网络上具有超高人气的偶像啊。Hello， 恭喜三位。来，请三位可以。来，我们可以先领一下奖。好，我们请蔡照和陈秋实两位一起来领一下你们的奖杯。嗯，好，接下来呢，请我们发表一下获奖感言，每一个人都说一点吧。来吧，来，许魏洲，三位偶像在台上谦虚啊。首先，感谢光线传媒，感谢音乐风云榜给我一个能展现自己的机会。然后呢，感谢那些关心我、支持我、鼓励我的人们。然后我想说，这个奖呢，